你可以叫我一声牛皮怪吗，小姐姐？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哎呀，我不能偷你皮肤用了，我都有。我要秀把关。你觉得我有没有？我觉得你有。没有、啊？那肯定的嘛，我是富豪。算了，我没玩过关羽，真兄弟敞亮，我其他的我喜欢。你是喜欢我的钱呢，还是喜欢我这个人啊，小姐？只要人不人无所谓，只要钱不钱都无所谓，只要喜欢你这个说话的声音。哦，我的声音、那你一定喜欢唐老鸭，因为他们说我的声音像唐老鸭。我觉得你人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呜呜呜，达摩也来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打不了这波。这个撤了撤了撤了，这达摩对着拳就是来了一拳吗？拳王不会是拳王。哇塞，现在开始我无敌了，来来来，我能打，我有干扰，打野没露头，我也不敢去，怕啥呀，还怕打野的下路，没事死了没事的，我双烧了，兄弟，人生之苦谁无死，是有重于泰山或轻于虎豹，你这波的牺牲我会铭记于心。说的真好，我都差点感动了。友情提醒一下，你还是得换台流畅点的手机，直接带妹子飞吧。我这台 OPPO 就是在得物新买的，5G 高频刷才2000出头，价格美丽，简直学生党福音。最近得物有元旦活动，快戳领福利，赶紧安排。牛哇哦，牛皮，好棒啊！你可以叫我一声牛皮怪吗，小姐姐？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哇，要不要这样？烦死了！怎么叫了人就没吱不吱声了？那还吱啥声啊？你这个直接把我们给哇惊到了呀！哇，兄弟，这个刷蓝去，我来接你吧。我可以沦为蓝款，我来接你，我来接你。哎呀，这个待遇可以可以，你这个声音可以啊！你这个，我去，这货是个女屌丝，别理他。哦，去你的！哎，不上吧，兄弟，整呢？怕什么，我帮你，上不去，大哥，东皇有大呀，没事的，怕他呀，咱不怕他的，知道不，兄弟，你讲得很对呀，我又没了，别跑呀，满血的别跑，秀秀秀起来，别推别推，堵着杀，杀这个东皇太一，我跟你说干他丫的，堵着窗户，他吸我了，他吸你，那他们结束了，我只能说牛逼牛逼牛呀牛呀哇牛啊哇